可是我回去我会想把这个拆掉，因为你看到、哦、它这个下巴是贴完膜之后才上去的，所以这个膜撕掉的话，下巴跟着卸下来就好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车之后变成白色的模样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漂亮蛮多的啦。啊，这个不是说它原本丑，我再强调一次，这个白就很主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了，现在要去到云南贡啊？到云南贡？没有啊。哎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转生。哎，这一台你知道吗？这台关键是红色的。哦，小姐姐，哎，小姐姐，我们要撕掉变白的，这就是我们人生改车就这样嘛，细门哎，它改做香门哎，或改做沙门哎，这一台已经把它撕掉了，哦，你知道，足足两天才把它撕光，现在要干嘛呢？现在要去把排气管换回来。哎，不对啊，排气管我们自己就可以用了，那我烧过啊，本来锁上去就好了，它好像有烧过，所以就给他们去弄。好，因为你看啦，这样是没有声音啦，我吹给你看一下，它有装个阀门嘛，这是有开吗？没有啊，这没开，来开一下啊，开，没有，他让我想到一个东西耶，我去改个东西你就可以了，来，我改完之后啊，我的车啊，随便改油门都会放跑，为什么？不然你加，哎，踩一下油门，你这么小，我听到啊，我这车会放跑嘞，会啊，对吧？来，就是改。哇，这样就有了，教大家最便宜的放炮的声音，就这样就好了。那坐副驾驶敲就好了。对啊，哦，会的。走吧，我们要去弄排气管了。我们今天约到的是比较晚，天都黑了才要去。对啊，应当不赢。走走走，赶快走。啊，排气管刚刚已经上车了嘛？对啊，上车了。你看那个，竟然放在货车里面，差点放不下嘞。原来一支排气管那么长哦。那个是车主付的还是原车主的？哦，拔下来有。我以为是我们要去买的。没有没有。還有一般对还有理由，一般有些人都换了之后不要了，丢掉了，对，就不要了。发生什么事？他说头好像不一样。这个？对啊，这是头。这我不晓得他怎么弄的啊，以前有危险在对两个当时在那手磕掉啊，我不晓得，对不对？我坐车的时候这个车还没出来啊。也不能怪我吧，这个是他换的嘛，这里是插下去的，对，那我们那个是喇叭嘴，哇塞，还没那种，啊，我都修吗？所以一头前那个有换吗？臭美，快换了，超帅，还没那种，拢改装的，全部都改过了，对啊，连臭美都换过，一波钢嘞，经典的怎么办？你要问一下吗？好啊，硬改哦，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。没得装，没得弄了，咱回家吧。回去吧。The next day， 科比，还可以撞啊，可以走啊。等一下开这一台去换铝圈，要把它换掉。为什么？太花俏了，我们要换回原厂的。它这一台，你看它有前后配，你有注意看吗？嗯。你这样测应该看得到。不太一样、哦，就像类似像碗一样，有没有弯出来？后面是驱动轮，它所以啊，它出来的话就是轮胎比较大，这一只不一样了，这样会卡窄啦。可是我们还是不要，我们把它换回原厂，比较好卖啊，比较搭了，不然都就跟它的膜。对啊，膜也是很贵啊，那真的是，我觉得它贴的真的很仔细，我们真的撕了两天才把它撕完。人家说你们把小姐姐的膜弄破了啊，哎，好像也是这样讲，没错啊。对啊，我没有办法反驳，对啊，啊对，本来想说要把排气管换回来，后来它前面那头段不一样，所以还是不能换。所以这样好了啦，我们把那个遥控器拿起来，它永远就不会变了，它就没有那种变大声的啊。这是尾翼管啊，这个还是拔下来装你的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花钱好了。走吧，我们上车，外仔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收起来。它就不会变大声了嘛？
不是吗？就有一天你开开突然变大声，表示就知道你在附近。对对对，是这样吗？所以你要随身携带。没有，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这里环东，那、啊、就打电话给我，就按一下，你就变大声开走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啊，就亏耶嘞。套件 auto buy 有啊，上次有讲、嗯、上次特斯拉最厉害，他几台都知道，哒哒哒哒哒，全部都测试。我开过最新的车。有啊，你有开过啊？好，开过。我开的时候亮灯啊。我开都没有。啊？为什么会亮？哇塞，人品不好吧？啊、是哦。啊、为什么我现在不见？因为我人品好啊。其实轮胎也有重量的平均不分布不一样，轮胎上面有两个点，你知道吗？正常来讲，一个黄色，一个红色，以最轻跟最重的点，它去搭，它是最轻的点配那个最重的，因为它多一个胎轴会比较重，这样会比较平均。好了，到了，小姐姐要换鞋子，高跟鞋换下来了，换成平底鞋。嗯，有没有？原厂框啊？哎、欸，它这个应该没有前后配吧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225而已。阿弯给我多哎。你看，我们交到225是58前轮而已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黄的就是什么东西？啊、红点那个？它没有了，它做个 K 而已。这个就前后配就是安尼啊，你若刚刚这只无搞，你就卡堵，要揪出来啊，你就造出来啊，是安尼吗？小报喜啊，多太多，不好意思，拉太多了吗？压回去。一拉变尖尖的。没有、啊，拉的是这个断的，被拉断的。对啊，2540。2540，而且后面的255，哎呀，25359，再叫两个就好了、啊，那么简单。也不能装我的，也不能装泰山的。对啊，等老板来，没事就先对啊，先拆两个。先拆两个、啊。防爆呢？特别用某的，啊啊，防止被爆，怎么样啦？是爆炸的爆，防爆胎的车的顶上都是比赛给的亏，很多车都做防爆的啊。哦，我跟你讲。哦，就点嘞！防爆啊，防爆这个就整个好像，它是不是怎样抛到家来啊？呢，这个捏，哎，不是那个，没有关，这个是都不会动，这个还会动的，对吧？哇！还好啊，我说不轻也不轻，哎我吧，你好漂亮，头前嘞，头前啊，这下落来拢头前啊，还蛮轻的啊，我一只手举得起来。我这买这么多啊，你来一下。哦，今天吗？啊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会好好看一下。行。哎，你看，这啥呢？太太。我想天窗哦、喔欸，这间天窗。天窗还多啊嘞。哎咻，不快不？哇，哇，怕马脚。还有弧度啊。哈，很帅吧？还蛮帅。我刚上车的时候被我发现。你会？没有，你这样就可以偷看你的牌。这个什么车？这是什么车的？你看得出来，阿哥一定很聪明。看不出来啊，这是哪地的？这什么车？丘比特？唔对，叉翠，嘛唔对啊。这什么车？就是叉翠。叉翠啊，叉翠在哪地啊？哎，叉翠。反正就做节的吗？啊，你要做一个吗？这样就知道了哈。嗯。修一场换我不聊的，我刚刚换。你看，换好了，前轮换好了，不睡吧？就原厂框，因为那个叫货都叫错了。嗯。因为它有前后配，前后配就是前面轮胎是225，458嘛。嗯。啊，因为它后面是更大，所以我们叫错了。你看，我们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前后配，前面、后面，啊，看一下，太太。这样很帅吧？还是这样就好了，这样会很奇怪。这样子，这样是可以啊。这样其实这样定位不会跑掉啊。嗯，对啊，因为它前面是两个是一样的，后面是一样的。没有，我们都有啦，等那个啊，这次就等它轮胎来，它、啊、轮胎来换上去就可以了啦。因为它刚叫或者叫两个都四个都是前面的轮胎啦，不能装了。嗯，所以我们等轮胎来装上去，我们就可以开回去了。嗯，对啊。我刚我讲了、啊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是最轻的点要对到最重的点。它没有对到啊。其实没关系啊，它这边左右正负大概就是15公分左右。15公分。对。哦。好，那还好，因为它有时候你对准了在转的时候，它还是会价钱跑掉了。嗯。对啊。好，这样配重比较好配，是不是？
要不要赌？要不要赌？还赌还赌？我猜来了，这一定来了。我猜没有不一定啊，这自己叫的货，没关系，你先猜。好，还没来，还没来，我觉得还没来会赢的。嗯，那我猜来了，还会来啊？你管？应该可以吧，两轮应该可以。哎，别倒立，我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别外哈。哎，裁判完成了。对。好，刚好有小插曲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想说要先回去了，结果没想到我们一讲完，轮胎就出现了。现在装好了，都新胎了。二一年的02轴。哇，0221。哦，用新的地方，胎毛目前还没有上路。啊，螺丝都塞好啊，等你连根塞好进去都赚了。啊，还要弄什么？都原厂的，还有什么要弄？没有了吧？要卖了，要卖了啊！我要泰森用啊，泰森有野马不会爱这个的。啊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帅哥回来了。Yeah, 小姐姐的高跟鞋把它拔掉了，换成平底鞋了哈，因为原本的比较大嘛，算高跟鞋嘛。然后直接扛那边，它拉它多了。原厂是这样嘛？对啊。而且加大它会看起来会比较小一点，都是真的。没人在看那个洞的啦，那时候小姐姐你就觉得扛，你哪样呢？哈，职业病啊，职业病。我说高跟鞋换而已，你都找那个洞了。好，这个是全新的轮胎，这个不是全新的了，哦、这不是全新的了。全新的变就贵哎。对，我们去找人家网友嘛换下来，那个比较便宜。你刚刚开有什么感觉吗？好像没有差。好像没差，一样都很好开。这个车真的是。都一台不错的车，你像现在还在卖的车啊，那应该这个品质都算赞的了。为什么要做这些跟动？好吧，恢复原厂啊，比较好贩售，因为贴膜那个因人而异嘛。对。哦，如果是泰山，可能就会喜欢嘛，因为它有包过嘛。对。对啊，我的话，我是觉得我喜欢白色啦。你喜欢白？所以它贴的是原本就是贴白的，我有可能再开一阵子把它撕掉，因为看个人啦、啊。我觉得它白色就很漂亮啦。就是这一次把它的膜撕掉，好、哦、啊，把它的铝圈把它换为原厂的。对。好、哦、啊，本来想说要把排气管都换回来，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哦、所以真没办法。啊，为什么不能？硬烧的话也可以，可是以后你要换更换的话很麻烦、嗯，你一定要再硬烧，为了后面呐、啊哦，未来有时候对，我把它烧完之后，你以后假设触媒坏掉，假设、嗯、你还是要再去专门的去再弄，哦，对，很麻烦。那、啊、我们就不要把它声音打开就好了，就很正常的一个声音。所以那个，所以遥控器，所以遥控器我会对我会拿走。如果你要得到，再来跟我索取哦，开启你的声音之门，按下去就有，哦、对啊。按下去，小姐姐的脚就开了，脚就开了，对，打开的声音就比较大声，声音就比较大，对对对 对, 对, 对啊啊对，有一个东西没有撕，它大灯的膜没有撕，嗯，我想说这个应该保护大灯，我们就没有撕掉，包含它的下巴，下巴你们下巴都把它拔掉了，尾翼也拆掉了，对，旁边那个就恢复原厂啊，它记得也是原厂的吗？它是卡蒙的，还蛮漂亮的，想说先留着。哦、这个就没有撕的啦，因为这个不是红色，我觉得 OK 啦，黑屋顶比较好看，够像这个、啊，这原本你看，这个是卡梦的、啊，这个是贴的吗？好像不是、欸，这个好像换的，这个是换的、啊，这个我就没有把它换下来的，好嘛，都把它弄回原厂了，唯一也没有没装的啦，嗯，对啊，恢复到原厂，这样会比较好贩售。老实说，你会想买、啊？我如果是这样。就有可能的啦、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喜欢的是旅行车啊，在打龙仔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差不多了，都回原厂了。哎，轮胎拢新的，拢弹掉，对啊，才跑应该不到20公里，我们那天开过来应该不到20公里啊，应该啊，而且还是雨天跑的，对，雨天跑的，没有什么磨耗。这个是分享这一次的影片，就是把它弄成原厂哦。这个膜真的是，哎，泰山，你以后你撕你的膜你就知道，真的不好撕。我不会啊，如果很好撕，表示它很偷工减料哦。假设啦，因为它真的贴的蛮仔细的，真的撕了2天。对，我已经讲了3次了，它真的很难撕。对，喜欢的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好、嗯哦、记得，对我可以做更多的影片，看一下。哎，白色的好看。对，哎，我觉得白色比较大台的。对对对，之前好像红色一样的车，可是红色看起来就比较小台。小一点。这个原本它有原厂还在，我没有换下来。为什么？我看黑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呢、啊。哦。我个人觉得啦。比较杀气。对啊，没办法。我觉得白色好看多了。本来就好看多了、啊。我以为它里面是不好的颜色，那才去把它包起来，类似的。对啊，结果没有，白色就很好了、啊。把它拿起来，两颗。
要的话再两个哦，两个、啊。为什么还有两个？杜巴是一人那个，是啊，一人是谁？左右副驾，左右副驾、啊，所以其实副驾可以控制。对你有两，你按了就有了、啊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收起来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要，我再给你，不然它永远都是小声，永远都小声。对，会不会有频率一样按了它就叫？应该不会吧、欸？搞不好、哦。那、啊、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哪天你的排气管突然变大声，就是啊，旁边有人按到，隔壁在你附近，对，我就在你附近找一下。对啊，我就这样，哈、啊，随便按，随便按，随便按这样。哦、如果你刚好从环东过去按到，你就刚好嘣嘣嘣这样过去了。好了，我先收起来，再来找我要。好，我先走了。Just wanna be a mini me. All these niggas just wanna be a mini me. All these niggas.